吃饭呢。到底呢，你的小卖部怎么还没关呢？还没拆，我就接着开呗，别打岔，好干活。年年都做，莫老怪做这么多又吃不完。哎，我刚才看冰箱里，去年的还没吃完呢。苏小正买了这菠萝罐头，他不是给自己做，年年做这玩意儿说送给一个朋友。哦，朋友，好朋友？什么朋友？还要我亲自帮他刷菠萝？年宇，帮我点一下功课。和于和分析了下你的事儿，照苏俏这个性格，你不主动追她，那肯定没戏。子路，我很早以前就跟你说了，你太不主动了，这样下去，苏俏很有可能把你当一辈子的兄弟。哎，你和苏俏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姐夫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再叫一声。姐夫，谢谢你的棒棒糖。来，坐下来，帮姐夫一起洗菠萝。姐夫，得多叫你几声嘛，等真姐夫来了，就不能叫了。什么？我奶奶今天在家里跟我姐说，今天让她去相亲。相亲？对啊，相亲。发亮，注意安全，小心点啊！爹，亮子，快姐姐，姐姐你要等我啊，姐姐，姐姐我来啦！小张是城里孩子，长得一表人才，这件事你可要重视，不能辜负了人家。嗯，我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。房梁，你看我帮你找的告白秘籍，厉害吧？可我们还是高中生，这样做合适吗？这个呀，只是个预演，表达呢，对他的欣赏之情，这样他也会很开心的。告白招数 Round One， 亲密式告白 ，Action。不能和他壁咚。为什么？就我一个女的。那也不行。我有演戏经验，让我来。我喜欢你，咔咔咔！王浪，你是要揍晶晶吗？这么凶干什么？林导演，那该怎么办啊？那只能让我来示范一下了。
好，不愧是专业学表演的，这招亲密式告白真不错。但是，对我来说难度太大了。